四川十大经典名菜夫妻肺片，川菜馆子里凉菜的不二之选。夫妻肺片需要准备好牛心、牛肚、牛舌、黄牛肉。清末张婆酒家热闹非凡，郭氏夫妇携秘制牛杂出名肺片求售，张婆尝后大赞，赐名夫妻肺片，后入成都影视公司改肺为肺，注册为夫妻肺片。此菜集牛舌、心、肚、肉、皮，独缺牛肺，成美食佳话。将牛心、牛舌、牛肚洗净，放入沸水锅中焯水，然后放入白卤水，白开水中加入姜、葱和八角、桂皮等香料，煮至软熟，煮软后捞出晾冷。我们把松花仁拍破，芹菜洗净切成节垫底，晾冷后的牛肉再切片，切成长6厘米宽3厘米的薄片，牛杂也是同样的片成薄片。要适量白卤水入碗，加入精盐、白糖、味精、酱油、辣椒油、花椒面、香油调匀，成为麻辣味汁，淋在菜肴上，再撒上酥花仁和白芝麻，最后点缀香菜，即成。这道菜作为川菜中的麻辣味型，有着色泽红亮、质软化渣、麻辣鲜香的特点。吃的时候再配上一个白面锅盔，是最完美的。你学会了吗？